来到现场。所有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海的郭台铭。今天我为什么会站在大鹏公司100周年的这个庆祝的演唱会现场呢？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只要我敬佩的对象、佩服的公司，我就要向他们学习。所以说呢，林郭文彦董事长还有林蔚珊董事长就是我本人学习的对象。这样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从明天欢度大鹏100岁生日开始，正式宣布大鹏公司并购鸿海。刚刚有掌声鼓励的，待会上场之后拿鸿海股票一张。没有拿到的去找郭子乾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郭台铭啊，这个董事长，我们来到我们大鹏100岁的这个生日的演唱会现场。那这个后面还在调音的话呢，可能还要再来一位，才能够点的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的欢迎台北市的大家长柯文哲。终于回头看，已经设定了。来，我们一起站立。